有路边一棵榕树。第一题，ESG 分别代表什么意思？E 就是 environment， so S social， G government 治理。第二题，请讲出三座台湾的山。我爬过玉山、大霸尖山、阿里山。第三题，请讲出三种树的名字。桦树、流苏树，挺重的，还有路边一棵榕树。第四题，生产出十三类树脂需要砍几棵树 ？A 三棵 ，B 六棵 ，C 九棵。我猜 B 六棵。没错，答对。第五题，台湾若要造林达成碳中和，需要种多大面积的树 ？A 六座一零一 ，B 六个台湾 ，C 六个歼十三。六台湾，台湾。第六题，植树节是几月几号？三一二。对。好厉害，好厉害。第七题。讲出三个你爱护地球的环保好习惯。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，使用环保筷跟环保餐具，要跟我们一样来种树。